吃小鲜辣美鱼。我的女主别太萌中的角色是本色出演，你认同吗？我认同，我非常认同。我只是女主本主啊。那么都说演戏时的感觉可能会跟看成片的感觉不同，你自己有没有在剧过之后开始追剧？我绝对不会看我自己拍的戏的，后面的话就跟我妈一起真香了。好甜哦，真优秀的啊。其实我觉得要感谢摄像老师、导演老师、剪辑老师、后期老师，让这部剧让这部剧狠狠的超过了我一开始的预期。笑了。曾经有人拍到你在拍戏的空隙就练习哭戏，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难的一点是什么？我觉得哭戏它不算难的，难的就是在一整天的通告中间，先是轻松的、轻松的、好笑的、轻松的，中间加两段哭哭。之前采访中你说你自己喜欢磕 CP， 而且磕过自己的 CP，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的？我最近在磕一对真 CP， 戚薇老师和她的老公李承铉老师。李承铉老师他不是上那个哥哥的节目嘛，然后呢，戚薇老师又发话了，我就觉得太好磕了。而且大家说他的100条微博里有74条都是关于戚薇的。木了，木了，木了。的 CP 早毕业了啊，那我很拒绝。虽然我很喜欢看虐的部分，但是这一种我觉得接受不了，我还是喜欢到最后还是大圆满的结局的。这么多小面包在评论区问，大树小麦能约稿吗？如果是小面包的稿，我不接。因为如果接了一个小面包，那我还有1000多万的那个小面包在等着我给他约稿，太可怕了，我约不了，这个约不了。如果以你的一个心理预期，你打算收多少工资？20块钱吧。这样我感觉会稍微便宜一点。先20块钱，让约稿的朋友们自带价。哎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想我约稿的稿费了。给自己的美貌、发量、智慧、才艺和憨憨程度打分。首先美貌，我给自己打7分。十分制啊，我的发量我给自己打77分，十分制。智慧打7分，才艺打七，哎，这是七吗？对，才艺打7分，憨憨我打-7分，我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很憨。在粉丝修图这方面，有建议想给到他们的吗？他们爱咋修咋修，我要做大会上最亮的仔。其实我粉丝修图，我觉得都非常的 nice。我会把我的歌词都抄到记忆面包上去，然后吃进去，因为我是著名的记不住自己歌词的选手。那还有演戏的时候的台词？不，我觉得台词比歌词要好记。今年是你本人出道6周年，那天也在微博发过庆祝，走过来看这一路的话，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吗？我觉得你很棒，小赖，你坚持下来了，幸好你没有中途放弃。今天是七夕节嘛，对着镜头做一个比心7连拍啊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什么心我没有比过，这个比过了，胳膊肘碰到了。我们这画上有一个二次创作，就是我们这个有个辣椒，辣椒超人，对，是我们一个吉祥物，然后你可以二次创作一下，然后同时配合快问快答。好，还有快问快答，贼无名啊。给栏目的吉祥物进行二次创作，同时挑战快问快答。永远看不腻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阿凡达。我从小时候起就开始看阿凡达，我看了3遍了。用一种水果形容自己？芒果吧。因为芒果它的颜色非常的温暖，然后再加上又甜又好吃，然后它虽然很容易上火，但我觉得这个是上头的意思，我就当做它是夸我了。青芒果吃起来硬硬的，所以我觉得意思就是我很强壮。用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？符号符号绝伦 and 独舞符号符号点。是不是非常属于我那个年代？听到别人夸你，什么会很高兴？我听到别人夸我，我就很高兴，很好满足的，夸什么我都接受。小麦手机壳铺子考虑正式开张吗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偶尔开张比较合适。我这个拖延症患者兼懒癌患者，最近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？俺也一样。
做一下知道自己摩尔庄园账号被盗了时的表情。就本来想画就是魔法少女，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辫子好像画的有点像孙悟空辣椒超人，从今天起他叫孙悟空辣椒美少女战士。嗯，可以帮我签一下，然后后面把这个也做一下。签这个吗？对对对，万万没想到。其实刚好你看这里画了一个牛角。就是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就是单品，就是它是一个发箍，就是你戴上之后你头就会有两个小啾啾，然后我就已经下单了，所以我觉得想把这份快乐分享给大家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。